都常常带着这张小卡到你的小羊这边去，啊，鼓励他能够跟你走出来传福音，尽他的这一份生机的功用。哎，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学习在这个用喂养小卡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操练，好好的讲，能够好好的带他们进入这个喂养小卡，因为它其实已经很机要了，很简单它的内容。那我想这个关于这首诗歌，弟兄姊妹都会唱嘛，664首，都会哦。都会唱吗？这首是我们是鼓励人去传福音的。那另外一首在这个诗歌本715首，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之后再自己去看诗歌本715首，它是讲到它的题目叫做福音劝导，它其实就是可以唱给人听的。同样的一个调的诗歌，它是可以唱给人听的，好不好？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学习用这样的机会，你可以带着小羊去，然后说不定就可以邀约他唱另外一首诗歌，他就可以学习。借着这样的机会来传福音，好没？好，那这是关于喂养小卡的交通。那现在可以请弟兄姊妹们，这个拿开手机看一下你们这个侍奉团的群组，这边有传上去已过这两周这个大学主日的人数。那简单的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日上的表上面，它显示的第一个是基数。那这个基数是什么呢？其实是去年的平均主日人数，是去年的平均主日人数。所以到这个时候来看，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到，已过这一周10月2号，已经有些学校是超过去年的基数的，有些学校是超过去年的基数的。那这个是什么呢？因为你们有许多的新生能够进来，而新生加到我们的召会生活里面来，那这不代表是我们的小羊很多能够都来参加主日。那就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继续竭力的邀约，把这些小羊能够带到的聚会和他们一同的享受主。那其中有几个区，它是很明显人数有掉的，譬如说像这个嘉耀和东方，因为他们弟兄姊妹们已经毕业，现在都只剩各一位的弟兄姊妹，那要来这个人数是会更少的。所以其他学区的弟兄姊妹，我们是需要继续竭力奋斗的。因为这边的弟兄姊妹们现在中干已经也离开，那有的是实习，有的是忙后面的课业。所以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说他们还会有他们的那个基数的存在，我们需要继续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好好的邀约人，参加主日，并且我觉得鼓励他们能够来参加要来的新人成全，要来这三周，从这一周开始，我们连续三个周周日下午都在恒和街会所有新人的成全。他们有来参加，也是可以计算进入主日人数的，好不好？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竭力的邀约我们的小羊新人，能够一同的进到这样的新人成全里面。当然，我知道要来这一周是国庆日的连假，一直放到周一，所以你的小羊可能没有办法回来主日聚会，但是请你跟他讲一个负担，就是他回到当地要去参加主日。好不好？无论如何，你要知道，你的小羊不要只有在高雄才有正常的召会生活，盼望他利用这个连假回去找当地的召会，一同的聚会，陪他为这件事情祷告，使他不仅在高雄能够存留，回到各地也能够存留，好不好？不然每次这个毕业季，我们很多的小羊回到各地去就不见了，还要再花很大的力气，你人在这里，你要回去关心他，能够去聚会。其实同学期间，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在这世上努力，鼓励他，给他祷告，甚至告诉他到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召会去，他要如何来做。简单的说，他可以先跟这边的圣徒找一两位好好的交通，让他跟那边的圣徒有一两位能够连上线，这样子能够帮助他，不仅在高雄正常，也能够回到各地，能够正常的处理。好，那所以我们都能够对我们的小羊是有计划、有负担的。阿门。一个人的算一次，是只要有陪到家聚会通通都算，包
前后的接触啊，牧养通通都放在这个家训会的牧养树里面。好、嗯，但是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手上比过这一周的统计。那就是我们又比上一周再少一点点，所以这提醒我们需要加强我们在牧养上的操练。嗯，每个人都可以走出去，有关于这个家训会和牧养，这需要，就是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托住我们所带的旧的新人。那下面这边有一段你是从那个牧羊主的羊这本书报里面记录出来的话，啊，我们公主她最后一句，她就说到这个，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牧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人人都需要看重这个牧羊。虽然要来这个周末是国庆假日，所以很可能很多许多小羊不在，可是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智慧，我们可以打电话、用 LINE， 总之我们总是要想尽办法来牧羊我们的羊。喜乐吗？圣徒中间，我们真是满了生命，满了光。我们第一点的报告是关于期末特会的书报。好，我们期末特会要追求一本书报，叫做《耶稣的见证》。好，大家很清楚，耶稣的见证。好，一本是100元，我们有放在后面。好，它应该是有11课还是12课的样子。好，从我们今天买回去。好，就可以开始读，一周读一篇，我们到期末一月，好，明年的一月前，我们就可以读完这本书报。Okay. 我们中间不仅有圣经，也有生命读经，我们还有属灵的书报。Okay. 让我们完完全全、丰丰满满的被主的话来充满。Okay. 第二点就是成全聚会各项操练的人位表在后面还没有填满，欢迎弟兄姊妹可以踊跃的。报名，对，我觉得我们在这边受操练是一个很难的机会，不管你的英文好或不好，当你上台讲话的时候，就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在台下支持你，今天的操练就非常的好，无论你讲的好或不好，当我们领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得成学。下一周英文传心圣言还有2个名额，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有意愿能够接受操练。会后可以马上去填写。好，再下一点报告是关于新人成全，也就是我们有写在 A 板上的第二点，这是很重要的行程，是关于2年内受浸的新人。好，我们请2年内受浸的新人，我们可以举个手，鼓励你们都可以分别这周主日的时间，10月9号，上面有一个地点，本和街155号。是在这个本和街会所，地点是在本和街会所，那时间是下午3:30，那报道是跟报道组的姊妹们报名，那鼓励新人还有乳母，我们有3次的新人成全，3次都有参加，我们就会颁发奖励，那也请大家能够期待出信未了上下册。第四点就是不知道今天成全聚会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可以举手。好，那请你起立好了，我们有点简单的介绍，就可以讲一下你的细节，姓名以及细节。好，那我卢林科大生物机电工程系4年级。名字？我叫黄思轩。谢谢主，那我是苏可旺弟兄，那高科电子工程系的老师。我是沃尔东弟兄。
三年校外生活，这里宣传到北一去，现在读牙医系二年级。好，那我们可以用起立，我们唱欢迎歌。Thank you.